哈喽大家好，我是三太，欢迎来到第五佛系日，新赛季要来了，咱们又要抽奖奖了，而这次的精华有跳跳新的皮肤，所以咱们就选小邮差吧。什么意思啊？小看我是不？再给你个机会，你先看看我新皮肤的效果再说。哟，从正面看的话是挺帅的嘛，这是你背后这是啥玩意儿啊？一看到鸡皮疙瘩都起来了，真的是密集恐惧症人群慎入呀。你看小邮差这款多好看呀，同在一个精华里差一下就这么大呢。再看小提琴家这个容颜效果做的也不错嘛，不是这个脸这回是真看不着脸了，可是他们哪个不比你的强呀？行吧，那还是看看今天的幸运儿是谁吧。我去，怎么是前锋呀？这个运气也是没谁了。没事，有我在他也掀不起啥风浪，看我的。看你干啥呀？看你别人空刀呀，你可拉倒吧，这么一会儿都空几刀了，这空刀关你的操作还是由我来接手吧。看吧，这不就抓到了吗？哟，小哥哥来了，我决定先下手为强，绝不能让他看出他是今天的幸运儿。不会在我一顿猛撸虎的操作之后，他肯定猜不到他就是今天的幸运儿。接下来的事儿就好办了。我决定要给你一点小小的惩罚，虽然不能把你放飞，但是我可以吓唬吓唬你的。特么还砸了我一板子，哼，你跑不掉了，看我一百条二百条三百条如来神掌。被我抓到了吧？那就带你去修炼机吧。那这精华液的三款皮肤宝宝们最想要哪个呢？哦对了，宝宝们可千万别忘了，赶紧回三太，恶心光天天在，